朋友们，最近在网上看大家都在拆榴莲盲盒，我这个都蹦花了，也不知道算不算盲盒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值不值，100块钱在超市卖。小票，徒手扒榴莲的女汉子，我也不会挑榴莲，随便拿了一个，不知道值不值。哎，哇，还行，这两仓肉还都挺多的。 这个不太多，能看到吗？还行吧，拿出来让你们看一看哈。这个是第一仓的肉，好像熟的有点太透了，我得轻拿轻放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仓的肉。 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个还行哈，嗨，掉了一块，一会儿捡起来，这个是第三仓的肉，这三仓都还可以哈。他不愿意下来怎么办呀，哥？ 这个是第四仓的肉，这个是第五仓的肉，100块钱拆出这么多肉，值吗？还挺沉的，尝尝这个牛年怎么样？ 分儿也不算太大，嗯，还行。大哥，大哥在这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给他尝尝吧。嗯，妈，太香了。